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嘅生平。李香琴喺1963年嘅演出包括有：一、千金之女；二、妙人奇遇；三、苦命鸳鸯；四、五间雕妻；五、魔爪神鞭；六、婴娥杀嫂；七、儿女恩仇；八、贤妻良母；九、状元考破蜜蜂计；十、飞剑神龙；十一、难测女儿心；十二、1.0西化彩虹；十三、七手八臂观世音；十四、南红上契新闻片；十五、无敌天书大结局；十六、两湖十八镖下集；十七、大斗大；十八、白猿太子阴阳崖会舞；十九、秋凤；二十、秋凤下集大结局；二十一、八仙闹东海；二十二、黑蜈蚣；二十三、工厂少爷；二十四、炮山神学剑；二十五、咖啡女郎；二十六、冷秋微大结局；二十七、血的龙凤杯；二十八、玉龙太子出家；二十九、杨八姐闹金銮；三十、冷秋微；三一、胡桃复星；三十二、两个东宫争太子；三十三、乱拜石榴群；三十四、万恶淫为首；三十五、铁鸳鸯；三十六、天齐子会舞；三十七、夜半人狼；三十八、子母悲；三十九、苦海一言苦下集大结局；四十、二郎神阳展；四十一、女人世界；四十二、仙鹤神针新传下集；四十三、风雨一平机；四十四、复活玫瑰；四十五、追分记。李香琴在1964年的演出包括有：一、魔宫神掌上集；二、抢集新娘；三、头掌马镖；四、老婆本；五、999毒天鹅；六、孝子贤孙；七、霹雳蔷薇下集大结局；八、南红上契新闻片；九、霹雳蔷薇；十、银箭金刀；十一、英雄情泪保山河；十二、魔鬼的爱情；十三、通天师傅；十四、海角惊魂；十五、龙虎风云剑；十六、打龙袍；十七、三个正宫杀太子下集大结局；十八、魔宫神掌大结局；十九、金箭银龙；二十、情至义尽；二十一、老婆万岁；二十二、女侠脱脱儿；二十三、惊弓鸟；二十四、女侠脱脱儿大结局；二十五、海底龙吟剑下集大结局；二十六、恨海晴天；二十七、好儿孙；二十八、海底龙吟剑；二十九、香城九凤；三十、红绫血；三一、七彩神火棒；三十二、大丈夫日记；三十三、神学金鹰；三十四、午夜招魂；三十五、感受天堂；三十六、街市皇后；三十七、秋叶盟；三十八、大丈夫日记下集；三十九、四儿女上集；四十、三个正宫杀太子上集；四十一、四儿女下集大结局；四十二、胡桃太太；四十三、香里夫人。李香琴在1965年演出有：一、看牛仔出城；二、八方英雄传下集大结局；三、八方英雄传；四、孙悟空大闹雷音寺；五、无敌天书大结局；六、情海金枝；七、好姐卖粉果；八、三姑嫂下集大结局；九、红色响尾蛇；十、
喜结未了缘。十一，黑寡妇。十二，化身情人。十三，春怨。十四，罪人上集。十五，罪人下集大结局。十六，一帆风顺。十七，大红袍。十八，女人第一。十九，三姑嫂上集。二十，太太日记。二十一，电梯女郎。二十二，大四喜。二十三，真假猴王斗八仙。二十四，百子千孙。二十五，施礼全家。二十六，三喜奇缘。二十七，双十年华。二十八，精生瓜。二十九，寿身姑爷。三十，标准丈夫。三一，天火炉。三十二，海底骷髅塔。下集大结局。三十三，无敌天书。三十四，玉面阎罗。下集大结局。三十五，玉面阎罗。三十六，青山依旧夕阳红。三十七，萧星镇武林上集。三十八，海底骷髅塔上集。三十九，九九九神秘相思案。四十，武林圣火令大结局。四十一，九九九离奇三凶手。四十二，武林圣火令上集。四十三，赵飞燕。好，李香琴女士的生平我们今日就讲到这里。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埋分享这条片给你的朋友啦。拜拜。